今天继续打卡跑酷，与往常不同的是，今天有三个地图。第一个就是我的好极美久威的地图，好家伙，搞这么远传送去吧。要喝，也是柠檬色的，看看他写了啥。你好柠檬，我是川岛久威。好家伙，这么正式，继续看。没脸好好玩你的。好吧，开跑。不不，你什么也没看到。敢又掉了，勇敢柠檬不怕困难。温馨提示，前方独木桥有一定的难度，请注意。这可难不倒我，嘿呀嘿呀。哟呵，视觉盛宴。嗯，这就完了，不过幸好没坑我。不过嘞，我比较喜欢问答跑酷好。第二个跑酷是一位粉丝给我做的，还挺近哈，就在门口。嗯，不错不错，又是柠檬色。柠檬大美女好看吗？我当然好看，这还用说？什么情况？哦，好吧，原来是我跳空了，我还是好看的。勇敢柠檬不怕困难。蹲蹲蹲蹲蹲，喂，蹲蹲蹲蹲蹲，哦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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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自行车放那，我怎么过去？算了，还是飞过去吧。来个视觉盛宴啊！不好意思，跳歪了，哈哈哈，重新来。不错不错。别哟呵，我的专属宝座，这个跑酷没有坑我，不错不错。最后一个也是粉丝做的跑酷，哟呵，他的名字叫爱柠檬的草莓果酱，不错吗？他的跑酷好像在天台传送吧，开跑。这没想到他居然坑我，勇敢柠檬不怕困难，继续跑。呀，这就结束了，那差不多了，拜拜。